今日是年初日， Abby 一出嚟散步就话要坐车，系咪 Abby？ 吓、啊，开唔开心啊 ，Abby？ 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要坐车散步都不走路了，现在。然后呢？刚刚还在哭，因为他说要拿着包包。其实他在看风景哎。发呆。